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这期呢是跟大家专门说，就是考俄罗斯音乐学院录制视频时候对整个选手的这个要求。大多数学校都明确的写出要清晰的露出你的脸庞，就包括说是你弹钢琴的人，一定要让大家能看清楚你这个脸到底是谁，就你不能过分的侧到了一个角落里，就是完全看不清楚你是谁，光露一个手也不行，而且要清晰的能看到手。然后可以看到你这个脚踩踏板啊，这一侧面就把你整个人能看到，这是这个音乐学院钢琴系啊这个录视频的要求。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这个 YouTube 啊，YouTube 上面就是有很多这种专业的比赛的录像啊，可以参考一下啊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录的。然后呢，声乐系呢也是相同的，要露出手臂。要清晰的能看到这个选手的脸啊，这些一定要注意。如果大家还是不明白的话，可以来问问我，我给大家发一些这个专业场地录像时候的这个角度，让大家看一看。